这是谁啊？你知道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？哦，你是华妃，现在被打入冷宫了，怪不得环境这么差，还有老鼠。哎，这老鼠它怎么不出来呢？来吃吃的。哎，还有这个砖。哎，等等，这手镯怎么还是半个呢？哦，这里还有，我去，你还偷藏私房钱？还有吗？还有哪有？哦，这里，这啥东西？布娃娃，这个不会是甄嬛吧？你还扎小人，我天！这里还有扇子，哦，扇子在这儿。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个吗？绳索。然后还有啥？还有火，哦，火在这儿。蜡烛，这能磨吗？对，哎，老鼠出来了。哇，你也怕它吗？灯黑你才敢出来。然后这还有书，书在哪？在床上吗？这怎么了？哎，等等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你掉的牙齿吗？落到床底下了。那书呢？这是书吗？哎，哦，这个不会是大宝爵的照片吧？我的天哪，你真的用情至深啊！可惜他是个渣男，书也没有了呀。这有吗？这也没书呀。还有啥？铲子书。这个呢？哎，哦，在这儿，铲子在后面。等等，这玩意儿是个马桶吗？这么高级？书是在里头吗？转一下，不行啊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雪吗？是不是它要撞墙然后有雪？它不撞呀。电视剧里是甄嬛来了之后它才撞的，是不是甄嬛没来啊？甄嬛呢？这有钥匙锁。哎，你手上有钥匙？等等。给拿过来，开个门，让甄嬛来。哎，开不了，那这个钥匙干嘛用的？埋起来。不是，这最后两个东西怎么找呢？